家好，我是伟将，今天给大家抽的是这个高大盲盒。我们现在开始吧。回国才快递这套的话是金属牛虎兔五个生肖，屏幕面前有这五个生肖的帖子吗？赶紧扣个一啊，认识认识。我们来枸杞，看看伟哥今天能不能抽到，看看是什么。一个抽到我最想要的兔兔了，你看真的好可爱，它的胸甲这儿超可爱，是那种兔耳朵型的。我这款还有枪盾，哎，老虎的特别服装版，哇，那这款脚断了，这个品控有问题啊。这个虎虎你们觉得好看吗？我觉得还不错。下一个是什么呀？我感觉是尖的，那个是老鼠。是老鼠哎，好看吗？这个来个猪猪，来个猪猪，这把我看啊，这个是牛的特别涂装啊，来个正常涂装吗？这个是猪猪的特别涂装，猪猪的胸甲一般，但是它这个天线这很好看。那我们继续，这个是不是鼠鼠啊？看看，正常涂装比那个特别涂装好看太多了。这个是正常版涂装，这个是特别版涂装，我觉得这个好看呢。继续啊，还没出猪猪，是扭扭的那个正常涂装，这个牛好丑哦。呸，哦，叔叔的那个正常涂装。伟哥生活中最害怕的就这种灰耗子，你不觉得灰耗子很吓人吗？看伟哥就剩下最后一个了，会摄影常快吗？哼，没有抽到一张果，怎么办呀？要不我们呀他妈的呀啦啦一颗揺らり揺れている男心ピンチかなりかなりヤバいのさ助けてダーリンクラクラリやらない何もかもが新しい世界に来ちゃったぜたくさんのドキドキ乗り越え踏み越え行くやらないやらないかやらないかやらやらないかいこうの思いは止められないもっともっと落ちるパワーキラリン臨場と危険な感じやらないやらないかやらないかやらやらないかいもうドキドキ止められないもっとドラマチック恋ハレルヤ二人だけでやらないか。老板再来一盒，我没抽到隐藏款。没有，没了，没了，没了，怎么办？那我们再去找找吧。怎么？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别家。有，老板有没有高达的盲盒啊？有啊。有多少个啊？现在还有四个。就还有四个啦，那这四个包了。我们看这四个有没有隐藏款啊？我觉得成败就在这四个了。来，啊，是我最不喜欢的灰耗子。啊，他又出一个老鼠。哦，我不是讨厌老鼠的生肖啊，我只是讨厌灰老鼠。屁了。牛成败就在这一个了。哎呀，最后一个这个难开啊，感觉有戏啊。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这老虎的特别突出。我以后再抽盲盒我是狗。